南加州的摇滚音乐迷啊，团团转世界巡回演唱会将带着激情四射的摇滚音乐来席卷洛杉矶。而这一次是请到了来自台湾的著名摇滚乐团，一定给您一个非同凡响的盛夏摇滚盛宴。由世界团团转音乐和坎度音乐主办的团团转世界巡回演唱会2015将在6月27号和29号在洛杉矶隆重登场。这次演出可以说是群星云集，邀请到了台湾摇滚音乐的重量级乐团四分卫和拖拉库。他们这次受邀洛杉矶中国城77周年 Summer Night Series 作为主打演出，相信会为您呈现一场精彩绝伦、激情四射的盛夏音乐狂欢夜。第一次来这边演出，其实我们还蛮期待的。然后我们最期待，其实我们两个乐团最期待的就是来这边吃汉堡，然后还要去 Santa Monica 看比基尼。然后对于和国外的演出、国外乐团演出的话，其实我们还蛮我们是抱着交朋友的心态来的，希望能够让大家多多认识拖拉库跟四分卫的音乐。然后我们也希望借着交流，也能够了解一下美国摇滚乐的生态，然后在地的摇滚乐会是什么样，给我们也期待会给我们一些冲击啊。比如说表演完之后的喝酒啊，或表演完之后的 hang out， 那是我们最期待的东西。这次演出的第二场更是设在了好莱坞的 Whiskey A Go Go 这个地方，对于喜欢金属硬式摇滚的摇滚音乐迷来说，可以说是摇滚乐界的殿堂级舞台。强大的演出阵容加上顶尖级的舞台，南加州的摇滚音乐迷们可千万不要错过。这次演出第一场在6月27号晚上7点到11点在 Chinatown Central Plaza Main Stage 举行，入场免费。第二场在6月29号晚上8点到10点半在好莱坞的 Whiskey A Go Go 演出。有兴趣的民众可以登录 Eventbrite 网站购买门票。中天频道采访报道。